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埃里克森非常相信，他就是要，因为他有进球数据保证。对，现在射走了，漂亮，漂亮。球啊！啊，不是，这个应该是尤里的球，尤里打了一个。哎呀，这个传导配合，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打正了啊，2-0。哇！我看一下啊，这是仁和啊，上海上港作为领头羊，真要喊。变化啊！后点，哎呦，非常的危险啊！阿杜阿这下啊，本来都抡起腿来了，但是被辽宁队蹭了一下。再看这下，漂亮！我们就说，其实重庆队完全不是没有机会啊，出了代价。我们再来看一下，张驰明传进来，前点还都在商量这个球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看到。进球的是丁海峰，会成为本轮赛后一个大家热议的话题啊。这就是主队长春亚泰在本赛季前面的所有主场比赛中只取得了一个积分，也就是只平了一场，是属于一个标准的主场虫的这样一个球队。开场亚泰就进球了，35秒，莫雷罗奇迹般的玻璃维。对方的后卫完全没有做好准备，门将吴衍，又破门了，进球有效，这一次是胡思立的进球。在伤愈复出之后，阿克斯，这球呢整体上弧顶是没有保护，